在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赫与黄循才总理联合主持纪念邮票推展仪式，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黄总理也在滨海湾花园宴请比拉赫，两人还参观了花琼中的花展。比拉赫今天早些时候也同多名我国政要会晤，除了在总统府同总统尚达曼会面，比拉赫上午也在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王志豪的陪同下参观我国武装部队的军人作战性能中心。文莱王储将在明天结束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